看看我们的老外朋友，嗨，相声杀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艾杰西。非常感谢大家。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艾杰西，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，讲了7年中文脱口秀。但我不仅讲了中文脱口秀，我也是拜师学传统相声，我是丁广泉的徒弟啊。所以这哎，所以你们意识到，又说脱口秀，又说传统相声，北京什么不挣钱的都干啊。郭老师刚介绍了我，就说我是一个东北人，没错，我是美国东北那嘎的啊。我波士顿人，然后在哪个美国东北，偶尔有的时候会去给美国的学汉语的学生啊，给他们做演出，然后他们就特别可爱，因为那些美国学生我演完了以后，他们都会让我给他们起中文名。所以你想一想，他们特别可爱，他们就哦，给我起个中文名，给我起个中文名，然后就是美国东北小孩该起什么名字，给你起个二狗子。二狗子，下一个我叫 Mary 翠花，下一个啊，我叫 Jack 铁蛋儿。What does that mean? 什么意思 ？Iron egg. Iron egg. 特别神奇的名字。